我们一家访问人。有一次，吃西瓜自己受不了，那老婆一进来嘛，他刀子高举，啊，咱们喊，他老婆说你干啥？他自己又马上要变孬种，嗯，梦想杀敌机给夫人补补身子。演绎小说把这段讲得非常的夸张。讲说呢，这个他老婆要喝醋的时候，房俊霖跪下来讲说不要啊不要啊，让他看他老婆喝醋的时候，不要啊不要，太太。